弥勒菩萨的视线永远是大度能容，笑口常开，以和蔼庄严的笑容，以慈悲乐观的姿态，度芸芸众生之苦。慈航大师正如他那弥勒菩萨般的样貌，慈悲、真诚、宽容。一生之中，传道、弘法、演讲、授业、编书、办学、育才，十年一日，孜孜不怠。从大陆到南洋，从南洋到台湾，一路行来，留下了一个典范，一段佳话，以及无数的缅怀。慈师推广教育、文化、慈善，培育僧才无数，也从此改变了近代佛教的样貌，并开创弥新的未来。回顾慈师成长参学之路，以少年出家，志求觉道，参访诸大名山，奇宿名师，大江南北，万里跋涉，所见所闻，皆铺就了一代大师见广识博、慧眼不凡的一生。而如今我们追随着慈师步履，由福建建宁的出生地细说，一直到庆云寺剃度出家，参访海会寺、二祖禅寺和九华山，次第参学于天台山之关中寺、常州、扬州、南京等，一一走过，也许风华仍在，景物依旧，也许故人已渺，而精神犹在。凭借这一寺一庙、一砖一瓦，皆能遥想当年慈师的求道之路，更意念起慈师为我们开创的佛学新路。巍巍金饶山，万古耸立；涓涓岷江源，奔腾不息。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都建宁，是建莲之乡、黄花梨之乡、岷江镇源头，坐拥丰富的天然资源及绝美景观。我们今天请到一位非常优秀的无解说员来为我们介绍这个建宁的渊源。那我想请教你一下，这个建宁的由来你能解说给我们听吗？好的，可以。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我们建宁的地理位置。我们建宁是位于闽西北的边陲闽赣交界处，属于武夷山脉中段，为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那在第二次的国内战争时期啊，我们建宁就是中央苏区的21座县城之一。我们建宁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在史料记载当中就说到，我们建宁是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人类定居了。在三国吴，也就是公元的260年，至绥安县，到唐中兴元年，公元的958年，升为建宁县。那在这期间存在县的建制是有337年，那其中有一次是把它划入到建安县，管制了3年，三次是划入到邵武县，管制了29年。所以我们建宁是个千年古县，有1389年的历史。在这样山川秀绿、土地肥沃的良好环境下，建宁生产的莲子颗颗饱满而甜美。如今建宁是福建省最具规模、最有代表性的特色农业县之一。我想再请教你有关于建宁它的经济发展的趋势，你能告诉我吗？好的。我们建宁主要是以农业为主，
我们建宁是福建省最大的杂交水稻的制种基地，那我们建宁是中国建莲之乡，盛产莲子，我们建宁莲子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那关于莲子有个神话传说，那相传是王母娘娘在瑶池开蟠桃会，荷花仙子端了一碗生莲子汤姗姗来迟，王母娘娘盛怒之下将生莲子汤泼下了人间，那正巧是砸在了金牢山报国寺的放生池中，结果一口开白莲花，一口开红莲花，之后再由我们建宁人民迎种到西门，开挖了99口莲塘，所以我们建宁西门莲的品质非常的好，一煮就烂，久煮不散。哦，难怪去年那个严兴法师他送我了一包莲，那个建宁的莲子，那么带回去煮过以后，真的是久煮不烂，入口即化，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它的口感特别好。那接着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特殊的那个产业，告诉我们。嗯，好的好的。我们建宁传统的手工艺就是有竹编，我们建宁盛产毛竹。竹篾通过编织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那其中当时史料记载当中就说到，周边县市的商贩历朝历代都到我们建宁订购建宁篮子，那其中从浙江移民过来的手艺人做的工艺是最好的。在距建宁县城10公里金饶山半山腰的一处林深幽静的山谷间，建宁境内最大的寺庙报国禅寺即坐落于此，始建于西元921年梁隆德年间，1984年时被土石流冲毁，几兵颓圮，后经修葺一新，重放异彩。报国禅寺佛风朴实纯良，长期于福建弘法利生，广度有缘，慈悲济世，树立了优良道风，成为专修专弘净土禅宗的清净场所，被誉为远近闻名的闽中净土和朝拜观光的圣地。慈航大师生于清光绪23年，西元1895年，是福建建宁人士。17岁时，父亲过世后剃度出家，一生以教育为经，弘法为纬，经纬分明，相辅相成。自此之后，养成慈师40多年来不变随缘现，心空即地归的伟大精神。慈师传奇度世的一生，一切的起点。就在眼前这栋略显斑驳的老房子开始。为帮助慈航菩萨这位在少年时代即离开家乡的游子实现魂归故里的夙愿，在慈航菩萨家乡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2010年我们启动了对慈航菩萨故居的修复工程。大家目前看到的就是修复后的慈航菩萨的故居的情景。今后呢，我们也将进一步加强对慈航菩萨故居的维护和管理，为海内外佛教界人士和广大信众来这里参访拜月提供良好的服务。同时呢，我们也十分愿意为推动海内外佛教界人士的友好合作与交流做出不懈的努力。当年慈师幼时所居住的木造建筑留存了下来，经过整修后仍保留了质朴古趣，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慈师也许曾在院前玩耍，或穿过堂前向父亲请安的景况，一及此处不禁使人感到又贴近了慈师几分。这座代表了许多意义的建筑，一直到最近经由相关单位的努力而能够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在来到建宁时，睹物思人，思慕之情便油然而生。法师，您我们来到这个慈航菩萨的这个故居哈，也就是出生地，你能不能就这个他的出生地，来介绍一下有关他在这里的一些小故事？阿弥陀佛。1895年8月初7，慈航菩萨就在这个地方诞生的。当在1895年的时间呢，建宁是北京南京的旱灾，当时的地上啊跌得都起了这么宽的草。8月初7这一天下午，也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当时慈航的老父亲呢，就在这个地方拿着一个旱烟袋，里面慈航的母亲正在产生。所以这个时间呢，菩萨一声呢音叫，普降了甘露，大地呢，当时啊，这个下面的田王啊，水啊都有这么深了、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因缘。天上呢，当时我听到我师父讲的一句，就讲这片的山呢、前面啊，当时有一套红霞，红光万丈，啊，以他的奇人。以他的伟人去生了，他是根据他们的家谱跟我师父他们的说法，是1895年8月初7这一天是菩萨的生日。菩萨呢6岁，母亲先逝。他在41岁，他就开始随他的舅舅啊学了做裁缝。13岁就到报国寺做僧衣。17岁回来以后，那天晚上离开了他的故居，前往临县的泰临县峨眉峰庆云寺，跟随智宗法师剃头出家。那就是说他在他的故居时间非常短。他在那边的时间只有6个多月，在这边生活了17年。17年菩萨当中，现在当地还有老许许多多的他们的村民啊，有百姓啊，都在怀念他。原来有好多老人能记得起来，他们还想到菩萨小的时间，自己只有1碗饭，还要赶一半给别人。菩萨一是幼年就有一个慈悲心肠。寻根之旅的起点，建宁有莲之香、绿之幽、古之韵，更有对慈航大师无尽的追思与怀念。历史悠久的泰宁，从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地处闽赣交界，山川奇秀，众多鸿儒名臣曾在此著述讲学，悠久历史，独特地缘，秀丽风光，人文积淀，造就了泰宁独具一帜的景观样貌。峨眉峰为福建省第二高峰，登高可望远泰宁全城及大金湖湖光山色，美景天成，气势恢宏。慈师剃度出家的庆云寺坐落于弥勒山峨眉峰间一平展开阔地，后以峨眉峰主峰，背靠天然太师椅山体，前瞻双重笔架山，面临天然放生池，此地水灵山胜，历代亦不乏高僧辈出。
这样一看下来，真的工程也很浩大。那我想请问你，对这个庆云寺未来你是怎么样规划，然后怎么样去发展它，然后能够把我们菩萨的精神能够这样子发扬出来？有一些想法了，有一些想法，它这个在福建这个弥勒道长还没有的。对，这样有名的还没有啊。这个地方原来是弥勒道长，所以我们首先从这个方面，我们要把它啊，在这个弥勒信仰方面要把它做一些发扬啊，这是一个，就是要把它建成那个东南这一带的，尤其是福建，包括这个，甚至会影响到台湾的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好的弥勒佛的道场。那另外一个呢，因为慈航菩萨在这出家，那他当年的理念里面有提出来，就是认为教育、文化、慈善是佛教的三大这个救命圈，那我们肯定要发扬他这么一种精神。那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教育，所以我们是很希望这个地方在泰宁这一块，我们希望能够集中精力办一些教育。那慈航菩萨它主要是这个，一方面是弥勒佛信仰的，另外一方面因为他在南亚有学习过，就是在那边有弘法过，那所以我们也想结合一些这个南亚的一些这个佛教的精神，那这个就是关系到一些禅修啊，尤其南洋那一带的静坐啊，这样的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除了教育的同时，我们还想做一些禅修的。那禅修主要就是结合我们汉传的这个祖师禅这方面，再结合这个南传的静坐的。这方面。自古以来，文人雅士曾在这里游览山水、传道讲学，使得泰宁拥有汉唐古镇两宋名城的美誉。当时人文发达，李纲、朱熹、杨时等历史名人曾留于授业于此。历史上，泰宁曾出过状元两名，进士50多名。有隔阂两状元，一门四进士，一向九举人之说。一批一批士人才子来到此地读书、修身、立志，文人墨客的朗朗读书声，在泰宁回荡了数百年。这些青睐于此地的读书人与出家人，泰宁赋予他们灵性，而他们使泰宁不凡。教育某些方面要靠文化来推动，然后呢，它的文化呢，又通过教育，它能够更广泛的得到传播。那比如说，它这个慈航菩萨本身它就非常重视文化，因为它本身除了教育之外，它自己著书立说、讲经说法，而且著作那么多，这本身就是文化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文化方面秉承这个慈航菩萨的这个遗愿，我们也想做一些，比如说包括我们现在就很想把慈航菩萨的全集放在中国大陆去出啊，然后我们也在做他的传记，就是他的属于高僧传的一个部分。另外就是我们以后会围绕着这个一个是慈航菩萨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弥勒菩萨的信仰这个方面呢，我们文化类的我们会想这个尽可能的多做一些，然后这个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个地方那边有规划一块
还有这个我们叫做文化大楼，以后要比如说这个慈航菩萨的图书馆啊，然后这个本身也是文化的一个部分。然后因为我们考虑到慈航菩萨的，包括他的这个以前的老师太虚大师，他的这个传法师这个圆印大师，他们都是文化巨匠，包括他的很多师兄弟，还有他后来传法的一些这个他的那个弟子，对弟子，他们都有很多著作，非常多著作，所以我们就想这个人要搞一个这个大的这个图书馆，把这些书啊集中进去啊，比如说这个啊，对对对。历史上此地佛教十分盛行，山寺庙宇数量极多，并产生了世道融合的岩寺文化。历代学人凭借山川灵气，或单研苦读，或避世修学，或寄情山水，脱俗姿态至今仍令人向往。泰宁岩寺不以庙宇恢宏壮观著名，但巧劲地利，既显建筑奇巧，又得山川之气。甘露寺巧夺天工，充分体现了古人崇尚自然、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自然观，显示了独特的宗教、建筑、风水、文化理念，对泰宁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也有一个典故，就是说我们这个甘露寺这个岩壁上面，就是大雄宝殿的顶上啊，它有一条像一条龙一样的，这个龙头呢，它一年到头啊，它都不会干枯。哦。它呢就是说又会过一段时间滴一滴水下来，过一段时间滴一滴水，这个水呢非常的甘甜，所以说就这个就是由此呢就得了这个甘露。哦，就是因为那个龙而且有的人呢，他当时就是有一点病苦，有点身体不舒服，喝了这个水呢也能够非常的让那个解除一些身体上的病苦。哦。叫甘露，我们佛法里面对这个甘露啊，就是像观音菩萨柳条的甘露水一样的。能够普兴我们这个法界的众生，让他们到那个离苦得乐，所以就取名叫甘露。取名叫甘露。甘露寺建造在巨大丹霞岩洞中，岩洞底部削尖，给安放梁柱留下了一道难题。古代工匠们以坎坷岩壁大胆设计，顺势架造，由一根紧握式的木架支撑，建起重岩歇山式木构建筑群体。由上殿、圣阁、观音阁、南安阁等组成，楼阁宾主分明，顾盼有致，结构独特。殿宇全在岩穴洞窍中，在建筑史上相当罕有，故人们用一柱插地不假片瓦来概括甘露寺的建筑特色。而甘露寺岩洞是由于岩东北向垂直于岩壁的节理，以及西北向平伸平行于岩壁的垂直裂隙，在地理作用下产生风化流水侵蚀和重力崩塌，顶部逐渐剥蚀，形成弧形石拱，后经片状风化不断扩大，形成外宽内窄的拱形洞，由外到内分三层石拱，外高内低，宽深约30米，高约80米。泰宁呢，自古以来啊，都是佛教的一个圣地，非常信仰这个佛教，就有这种有一个讲法，就是真的是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呐、啊，所以每家每户都拜观音菩萨。你看到至今为止啊，每家每户的厅上啊，只要是信佛的，他都会摆一尊观音菩萨在厅上。那这个甘露寺呢，以前呢也是，古时候也是摆了一尊观音菩萨，而且非常的灵验。灵验的那